有没有谁塔利亚的强关的很好，可以让我学一下？我这是大爵士，真的有点跟没点一样。有时候大爵士拿来赶路进场，你知道吗？霍维斯、川普、Maple、西门，哦，西门哦，对，西门之前玩中路就会玩塔利亚，他去玩打野塔利亚应该是如鱼得水，只是他还好在上岛。我跟那个小安、泰山还蛮常一起出去玩的，放假的时候。但因为他们最近准备比赛，都没有放假了。最近听说 AHQ 赛季快结束了，没有季后赛打，好像已经确定没季后赛打。我觉得蛮兴奋，说不错哦，那什么时候约一下啊？但是他们跟我说可能要准备升降赛。刚好听到啥耶 ？AHQ 去打升降赛，你敢信？传统强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们记不记得我那天有一天开台，然后有一个我玩酒桶，我在家我就讲说要吃八龙，然后我八龙都还没吃，他就闪问号了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答案，在家就闪问号，后来看 RP 才知道是谁。太扯了、哦！太扯了、哦！西，什么东西？这样都知道哎、欸，对面真的神算哎、欸，算命师哎、欸，这游戏你们看谁点灯的、啊？虽然是贾克是第一个到，但是可能是有一个队友狂闪，他才走过去看的。我先把这把巴龙看一下，他们怎么发现的？你看这边闪了一个问号，闪了一个问号、欸，哎，说明他没有视野啊！妈，真的很会算呢、欸，他是谁网撑？飞机啊！真的是卡拉丁太强了，他踩进来直接全秒光。左下角迅进转，真假的？进转吗？打野闪的、哦，那个打野，这后勤还是谁？他还是一打完，他还粉丝传密我，嗨，他好像也没讲嗨，他见面说我是叉叉叉的后勤，请你郑重向叉叉叉道歉。他打完一场积分，看你的聊天室有80%都在喷他，他认为没有必要接受这样的侮辱以及针对，并且他有再三向我保证他没有看台，所以请你公开向他道歉。我一开始是说，是贾克斯来看，我觉得很扯，但是不见得是贾克斯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有队友闪问号，我就去看 RP 啦，我就看到有人超扯狂闪问号，就是100%确定我们在吃狂闪问号，然后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可以看到是谁，我只说有没有跟他同队跟我讲一下那个是谁闪的、啊，好想知道是谁哦、啊，那个闪问号的也他妈太屌了吧？是观众看到说对话框有写说什么那个镜爪闪的，然后聊天室就一片在喷镜爪。然后他就刚好看到聊天室在喷他，然后他又刚好保证一定没有看台，然后又刚好要我向他道歉。我记得我印象深刻那场打完，我说因为我那种掉巴龙嘛，我其实很不爽，我就说以客观角度来看，因为我可能蛮主观的，我比如说我觉得他一定有看啊，但我没有讲，我说希望你们以客观的角度看一下，就透过 RP 去看就好，没有眼没视野，然后才刚20分钟而已，很夸张的速度他就狂闪问号了，他是狂闪哦。等我问聊天室说你们觉得他没看的几率有多少？你们觉得这个没看台的几率有多少？这种我会跟他讨论，但是他讲了一句，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觉得这种人是没有沟通。他向我保证他一定没看，道歉。你的保证是什么？你的保证是沙小，你怎么看、啊？我也保证我儿子是被朋友带坏的。就我也没有要拿出来喷他，就是看台我就笑笑嘛，我就跟聊天室互动一下。洗白灵我心里也觉得蛮好笑的，妈聊天室一些同龄精都看得出来你在看，那你就这样，我也没有去喷你，也没有叫那个 ECS 联赛他妈的 ban 这个人什么的，毕竟这种没有证据嘛。今天我开台，然后所有观众都觉得你他妈你的选手在偷看，然后聊天室都在喷他，然后你叫我公开道歉，道什么歉？妈自己打得像个看台狗，被人家喷干我什么屁事啊？这是有堵然到，但是就是我真的忘了，我打完气当下就忘了。
那隔天我姐说，是我姐跟我讲的，因为我姐有，我姐是我粉丝团小编，然后我也不会看粉丝团，很少，比较少看，除非有什么要紧事，就我打开你，我打开你们看到就会想笑的那种，我可能有一天开给你们看，然后特哥，好无遮拦，不会回我吗？特哥不回啊、哦，不会回是不是？你妈！哎，特哥，我肚子痛怎么办？哎，特哥，我喜欢的女生跟我告白，我该干她吗？就是这种，就是这种问题啊，是我粉丝团是不太看的。是我姐牌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滴滴有人叫你跟他道歉什么？我说他傻小孩。然后我点进去很好笑啊，因为是我姐读的，然后我他们八点多发的吧，我不知道我姐几点读的。然后我姐十二点多跟我讲的，我点进去看是他说我是叉叉叉叉的后勤，请你爸爸跟他道歉，他叫我保证他一定没有，请你道歉。然后隔两个小时他打一个问号，问号，因为他可能看我已读不回嘛，他再打一个问号。我你妈有个没礼貌的，真是有个没礼貌的。在问号杀小，哇！哎、欸，你这血兄弟，你拉个盾，憋死！来，水杀小，死前插死你啦！你哎、欸，没死、欸，没死啊！你们也没人杀啦、啊，来啦！有没有闪？七秒，我等你。来啦，来啦，走哪里去？看到没有？喷一口，送啦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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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剁！哎、欸，吹不下去！我干你娘，凉了！我棒子下去了、欸，真的，我棒子下去了。反正是一波很完美的 game 吧。但被你搞砸了。进来被他打，想勾勾不到。来啊！来呀、啊！笨死！笨死！落子苦无，这什么？五子苦无，苦无是啥小？哎，送倒霉！安，去哪呢？被卡咯，走不动咯。欸，干嘛闪啊？太浪费吧，这奎恩不可能死哦，血还一半。算了，他可能很担心奎恩。不要勾我啦，那我回家。好烂。来啦，来啦，棍射音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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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在演的，没在演的，没在演的，你出力，你出力，你出力，啊，来啊，阿卡丽拉，不要，真的不要，哦，我先卡了一根柱子在那里，还是被秒。挺好的，哎，能哥，硬拉送头，再把他小，再把他小，再把他小，来啊，艾德利。妈！不要飞我，来，过来这里踩炸弹。好，这一侧，这一侧。他不是这样还能飞我吗？我闪哦。
这波碎啦，换掉四个。哎、欸，上头，开送，呜，开锤，吃八龙，吃八龙就是这么容易，没中级，算了，拿塔吧，拿塔，来啦，不要怕，机器人霸气开送。死三只，我看你怎么守。有没有这个蹲点？这个指挥相当的有水准啊！欸、阿卡丽只能在旁边看。怎样？我、哦、被吸，还在晃，还在晃，晃去哪？哎、欸、哎，鸡、欸、掰啊！被守住了，没关系，再拿阿卡丽一次嚣张。连死两次了，这么肥！加入兵线是我们的，等下会慢慢推出去，好吧？好的啦，不会痛，但是破个爽呢。来啊，来啊，阿卡丽来啊！啊，闪啃，追！追他老木，就追他老木，一定追，这一定追，这一定追，这他妈一定追，捅死你老木，全部被留住了。MF 好强 ，MF 好强，哎、欸，来，老子扛着他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，太扯了吧，帮了，我们这两把算了，阿卡丽会收。哇，他这样都可以杀三个。这，凯能是不是 TP 挂了？追着他怼，来啊，你跑啊！去哦，阿卡丽，闪哪里去？你闪哪里去？啊，奈德利，闪哪去？闪哪去？没关系啊，你在跑啊！哇，不是很妙哦！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是在靠背你啦！来啊，来啊！艾德利，就养哎，他们就养哎，啊，哈哈哈，啊！开刀！来啦！龙中来啦！开刀！来啦！龙中来，哎，龙中来，干还放眼，好会玩哦，哎，那、啊、你现在要怎么打？嗯 ？Excuse me？Excuse me？ 哈哈哈！自己把脸凑在那打机机器人，真爽！这个胜玩的真好。如果不是胜跟我前期扛着终极开团全队最高，我觉得这系统有时候有点过誉了啦。你明明这么厉害，拿我 S 加啊！真的过誉，早就老了。